真相正在优酷热播中，李远浩去调查工厂排污的案子又一次碰上了宋白玉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突然有人出现袭击了前来调查的检察官，李远浩和宋白玉也被卷入其中，和他们打了起来。你们干嘛？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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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那壶抢过来！我打他！我认识的老宋，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被人抢走的。行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行了，我今天就要走，说一下情况。老宋，如果路要走错了，你可得回头啊！真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没有哪条路是错的，只要是走出来的，都是对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